看看我自己的命运是不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。苏莎，快救我！宁南，我来了。张问天，你夺我永夜城，又将我的真身封印在无尽的黑夜之中。现如今守护你的妖师已不在，今日我就要让你在这太阳之下好好享受一番。原来这永夜城竟是因为结界才永夜，现在结界已破，永夜城便不再永夜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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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兄，大师兄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先喝点水吧。你怎么样，大师兄？先喝点水吧。我们从山上掉下来，刚好落在这个洞里，我们根本就走不出去。
我当时早已神志不清，只能靠看着刻在崖壁上的诗句来支撑。先是赵师弟，然后轮到了我。你们，就在我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，那一旁原本奄奄一息的人却忽然发力，瞬间便将想要杀我的两个师弟击倒。我不要，不管这是什么，为了活着你必须喝。你曾经救过我的命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喝吧。我不要，必须喝。到最后我还是做了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情，我还是输给了求生的欲望。留在张文天身边是因为救命之恩，不得不报。我不想死是因为还有一个人，我还想最后再见他一面。我不回去是不想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，当初的真良不复存在了。我能做的就是让真良干干净净地活在你的记忆里。世人皆说人生匆匆，可你不在我身边的这三年，我只觉得度日如年。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便是生死决裂之时，还好，还好，青儿，这次你下手没有犹豫。是你才对，你不是当年的真良，我又何尝是原来的亲呢？真良，真良。